直到看到杨丞琳演唱会上吐槽河南人爱骗人，粉丝们才知道他的人品有多差。河南人不可以这样子啊，你们一定有心灵深美，你们知道吧，爱骗人的事情。很多人都难以想象，这居然是杨丞琳在演唱会上公开发表的言论。当天杨丞琳的巡回演唱会来到了郑州，当地粉丝们也特别热情，他们早早的来到了演唱会现场，就等着一睹偶像的芳容。当天晚上8点，杨丞琳身着一袭橘黄色的长裙，深情款款的来到了舞台上，顿时就引起了现场粉丝的尖叫。或许是现场的粉丝太热情了，所以杨丞琳演唱的过程中异常放松，他甚至和现场粉丝来了个近距离的互动。恰在这时，一对年轻的小情侣难掩激动，他们居然在台下激情拥吻，引起了杨丞琳的强烈关注。紧接着杨丞琳就展现出了自己的真性情，他对着那对小情侣说道，河南人不可以这样子了。听到杨丞琳的话语之后，现场的粉丝并没有敢有什么不妥，他们反而欢呼雀跃，似乎在为那对忘情的小情侣加油打气。看到现场的气氛如此热烈，杨丞琳又接着说道，你们已经有些名声，你们知道吧，爱骗人的事情不要骗我。这时候才有一些粉丝感到似乎有些不妥，欲声一片。不过此时的杨丞琳并没有觉得自己言论不当，反而显得非常轻松，更没有影响接下来的演唱会表现。没想到演唱会散场之后，杨丞琳的不当言论就在网上持续发酵了，甚至有很多粉丝来到了杨丞琳的微博下面留言评论，让杨丞琳的地域歧视行为变得越来越无法收拾了。看到广大网友的评论之后，杨丞琳再也无法风轻云淡了，他很快就展开了危机公关，发表了一篇正式的道歉信，我要为郑州演唱会上那个冒犯并没有礼貌的玩笑道歉，对不起，的确是我的不对，我非常愿意也应当接受大家及时的指正和批评，再次跟因为我而受到困扰的人郑重道歉。不过愤怒的网友似乎并不买账，觉得杨丞琳的道歉一点都不真诚，尤其是那些被冒犯的河南人，更把杨丞琳之前的不当言论通通挖了出来。搭档吴宗宪共同录制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这档综艺节目时，杨丞琳听说抗日战争打了8年后，他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，反而幸灾乐祸的惊呼，对日抗战几年，紧接着杨丞琳还和另外一位嘉宾掩面大笑了起来，看得现场观众不免惊掉了下巴，没想到杨丞琳作为一位大明星居然如此的无知，简直把革命前辈的流血牺牲当成了玩笑话。也正是因为杨丞琳的不当言论，让他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口诛笔伐，眼看着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了，杨丞琳又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之下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，当众表达了歉意。不过这还不算完，为了挽回自己的形象，杨丞琳随后又发表了一篇道歉信，我不太会说话，但还好有所有的媒体和歌迷朋友们一路的支持，今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做好表演的工作，真的非常谢谢你们。就这样杨丞琳顺利的度过了难关，她的不当言论也逐渐被粉丝们淡忘了。然而这件事情没过去几天，杨丞琳再次陷入了言论危机，由她演出的我的淘气王子也遭到了广大网友的抵制。这一次杨丞琳面对广大网友的抵制行为，她反而毫不示弱的表示不想看我就转台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杨丞琳再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头浪尖，她的这部偶像剧也被湖南卫视撤下了。从此之后杨丞琳终于学会谨言慎行了，所以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中，大家也没有听到杨丞琳的不当言论。直到郑州演唱会期间，杨丞琳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也不得不让人感叹，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呀。